我觉得每个女孩分别是什么样的性格？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很真实，然后都是一个，就是大家这种20多岁该有的样子。就像子萌，她就是会抓马一点，然后会更加外向一些。然后菲儿呢，又是一个可可爱爱的。然后你相处久了，会发现她特别有梗，然后也特别有意思。阿杰呢，他真的，阿杰他就是一个很直爽的人，他说话就是他也就是。他也真的很好的，因为我看到现在其实蛮多人在攻击他，但是我觉得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私下里关系都很好，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就是嘴巴直而已。然后还有谁？没了没了。我看看下一期有答案不？下一期是到哪了？我们到啊，第一天成是都。啊，单独约会的那个，再往后一期吧，再往后一期。后面全是答案，对，你你们就们不要说现在下想一问的期记有得，没有答案。对，雅姐的画在我家里呢。每一期都很好看，就是。